接下来关心的是中南部今天的空气品质，讲依然不好。环保署来有报告，礼拜依然是拢是红记记。啊，地球公民基金会是来指出，可平地区一月份红海严重程度是这台北的中山站的7.5倍。还有这环保署应该要赶紧检讨这空污费伤过低的问题。提出在高雄办公室的空气绿化，画面当中正边的明显比倒边全新的乌真多。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王敏玲指出，办公室所徛的前金区滤网才用3个月就垃圾成安尼，包括前金站在内，高平有7个车站。今年1月份31天，空品指标无一天出现绿色的良好等级，有车站污染程度是北部的6倍。1月27号，高雄大寮站的日 PM2.5 日均值浓度到75微克，台北市中山站是10微克，所以可以想象是7.5倍的这个浓度有这么的高。地公指出，南部空污来源复杂，防治工作搁较挑战，但针对电力业、钢铁业等排放大户，相关排放标准一直无加严。另外，固定污染源必须照排放量来交空污费，但费率偏低，无法度收到搁较侪钱来改善空污。更加免讲，会当引导高污染的产业来减污。费率太低的话，并没有办法凸显它原来要扮演的那个积极引导厂商改善的角色。所以，空污基金的费率偏低这个问题，必须严重的正视。高雄也提了一个电力业的这一个标准过来，应该近期就会去进行这一个案件的一个核定。像空污费的这个检讨，其实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也一直持续在进行。相关的检讨的一个工作。面对民进党中部立委在立法院提出主决议，和中会小团机组提早10年度约，要来减轻中部的空污，宽团是不是期待民进党高雄北的立委协助解决南部的困境呢？地公副执行长王敏玲表示，希望高雄执政党立委会当听到人民的声音。那大家人利用一个污染源，嘛全力来监督，相信会当看到具体减污效果。记者林丹昌为林志坚台北报道。